Hello， 我是蛋哥，是小贤贤。这两天又来新学员了，屋里现在人还不少呢，录视频就比较不方便了。又收到花了，干这一行之后收到了不少学员送来的花，其中一个学员是来自内蒙的，给我带了点他们本地的特产，还有一个学员是郑州的老乡。让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个咸奶茶，还从来没有喝过咸奶茶呢。这个味道闻起来跟我之前喝的冲泡奶茶完全不一样，没有那种奶香味、香精味，多了一个很熟悉的味道。然后我看了一下配料表，我发现了这里边居然还有炒米粉，就是那种米香味。尝尝，还没喝过这种咸口的。完了，喝不惯，入口是咸的，然后有一点奶，还有一点大米的味道，好怪。开始做蛋糕了，到了闰二月，这个蛋糕单子简直是少得可怜，甚至都有点怀疑一定会死在闰二月里边。我看好多同行都出去旅游了，但是我并不羡慕，因为我来学员了，填补了蛋糕单子少这个空缺，反而让我更忙碌了起来。我好像跟大部分学员都能说得来，就喜欢带着他们吃吃喝喝，尝一下本地的美食，也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一个饭搭子。人也是越多越热闹，过两天可能还会再继续来人。挺喜欢一次来多个学员的，这样子屋里边就会非常热闹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天南地北的聊着，就会感觉很有趣，比自己一个人无聊的做蛋糕好太多了。这狐狸能解决内蒙选手第一天抹面，郑州选手第一次手绘，第一次 A 餐，看看这干子麻辣烫。内蒙选手第二天一刀收，郑州选手继续手绘。第二次 A 餐，吃个快乐的冰激凌，被一阵风沙搞得不快乐了。拜拜了，铁子们，下期再见。